我好惨啊。我也好惨啊。你有我惨吗？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忘了拿钥匙，到了地铁站才发现。我比你惨，今天我出门忘了拿电脑，到了公司才发现。你没我惨，我今天坐错了地铁，上班迟到了半个小时。我肯定比你惨，我迟到了一个小时，进公司的时候还遇到了老板。我还有更惨的，现在离发工资还有10天，可是我的钱已经用完了。你赢了，你比我惨，所以午饭我要去开会，再见。惨在口语里可以表示倒霉、痛苦的意思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意思的中文，就来 GoEast 的官网看看我们的课程吧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每个周三我们一起学习课本上学不到的汉语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周三见。